making it. Do it like that, kiss it like that, making it. Flash, flash, bring it right back. Mirror it like that, move it like that, like it like. Do it like that, kiss it like that, making it. Flash, flash, bring it right back. Mirror it like that, move it like that, like it like.台中型百万级的 SUV， 想要油耗数字很漂亮，那么就来选个油电版的车好了。但是呢，油电开起来好像有点无聊哎。那么要不要来选一个性能版本的车？但是数字呢也不太美丽哎。有没有一个可以兼顾油耗也能够兼顾性能的车款呢？百万级中型的 SUV 在台湾的市场竞争真的非常的激烈，而当初呢，途尚呢全新大改款的车型在21年上市的时候，有很多的车主一直在敲碗说油电版本什么时候来，所以那时候呢，大家先订了油车，而有四成订油车的车主呢，在油电上市之后呢，直接转成这个油电版本 Turbo Hybrid 的。那所以现在目前累积的这个 Turbo Hybrid 的车型呢，订单已经2500张了，而在整个车系的比例上来说的话，油电版本跟油车的版本呢比例是这个7:3，这跟 Toyota RAV4 来比的话是正好是相反的。这代表了什么？第一个大家在意的是什么？油耗。但是呢，我希望我开起来，我油门一踩下去的时候，我也要有爽度，有这个性能的操控。然后第二个呢，大家也在意什么？税金。如果说以 Toyota 的 RAV4 如果它是油电版本的话，它的税金是 2.5 的税制，那这一台是因为 1.6， 所以呢，在台湾的税制来说的话，你一年差多少？10000多块钱呢、欸？这对于锱铢必较的买家来说的话，其实是一大笔不小的开销。Turbo Hybrid 跟油车的途尚呢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外观真的还蛮像的，只有在车色，如果是 Turbo Hybrid 的话，它有一个特殊的蓝色，以及呢在轮圈的部分呢，它配上了19寸的胎圈，同样还是用马吉斯的这个节能胎，胎宽的部分是一样的，车尾的部分它多了一个名牌，是属于代表 Hybrid 的身份。一般啊，你大包小包买东西回来之后，大家都希望有足梯感应式尾门。可是呢，在这个韩国品牌呢，他们比较特别的就是，你只要靠近车子啊，钥匙带在身上，他知道你来了，好，他就主人，我帮你把后行李箱打开。他刻意这样一直干啊，就是说怕小朋友万一站在太靠近的话，他车门打开的时候会打到你，好，这个就要特别注意。还有啊，蛮特别的是，它可以从资讯幕上面，你可以调整开启后尾箱的速度，然后以及呢高度的地方啊，它有好几段哦，什么1、2、3、4，然后还有自定义，都可以自己来做设定。那打开之后，其实从肉眼看起来，因为虽然我们是没有这个行李箱的公升数，它就像 CRV 一样，因为客户认证嘛，可是目测真的非常的大，那我们就实际呢来丈量一下，它到底行李箱空间可不可以装下东西？我们就以我们的高尔夫球组放进去试试看。好，我们放了四组的高尔夫球组，然后是里面它也有球杆的形式底下呢，这样塞刚好四组这样放进去。实际上你上面还是可以放一组的高尔夫球组，而且呢，它的帐板啊，它可以往下收，等于它可以增加一个高度。然后同时呢，帐板的下方它还有一些小格子，也可以让你放一堆杂物或者是会滚动的东西。以及呢，后面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供应。哎，其实它后面的空间，我真的觉得在同级里面，它真的表现得相当的优秀。只是刚才我不是靠近那个尾门的地方，它会自动开启吗？可是呢，当你放好东西之后啊，你还是要用手动，因为你离开之后啊，它你带钥匙，它不会关起来哦。然后我们看一下后面有个东西，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哦，就是它的备具是隐藏在里面的，所以当你在洗车的时候，其实还蛮好洗的，蛮平整化的。以及呢，它不是电动车，为什么它没有后雨刷呢？因为它做隐藏式的。爸爸，我喜欢这台车，买了买了。好，如果呢？你坐在后面啊，基本上啊，我测量后座啊是有点没意义的，因为它客户认证嘛，大家也知道，解决办法你可以加入社团或者是去问业代。
好吗？但是我还是帮大家丈量一下，等于说它的横向的空间，如果你放下两个儿童气座的话，妈妈坐在中间，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哦，是行的哦。妈妈的这个位置啊，中间有点隆起的，然后以及呢，我下方的果领的地方，你们看啊，它是有稍微一点点高度，可是呢，它没有高到说你的脚是没有办法放的，因为它还蛮宽的。那后面呢，其实它还是有冷气的出风口，以及呢有两个可以充电的充电孔。好，它在后座呢下方，其实它放了就是这一次的这个 hybrid 的电池模组，包括那个 1.49 度电，以及呢那个小电池，就是 12V 的锂电池，全部都放在这个后座的下方。有没有把它的后座给垫高呢？没有，其实它的空间整合的蛮好的，所以它也不会吃到后行李箱的空间。然后呢，我的腿的高度啊，我觉得也非常好。更大一个重点就是，你放在后座的这个下方啊，它散热一定要做得很好。你看哦，它的散热是坐在中间的地方，它这边有一个一排的那个散热孔。那如果像 Toyota， 我记得他们是在门的两边的地方。但是呢，这边中间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你看冷气出风口在这里，那原厂是说它这样冷气出风口其实是可以，是可以，可以吗？它其实是强制吸气吸进去的哦，用手你可以感觉到，但是你们可能从荧幕画面看不到，我就用一张卫生纸，你看。它现在是吸住的，就是往内吸的。然后你们说我是不是就，你看我往这边移，它只要在这个风口的地方，它全部都可以。可是如果我放在旁边，掉下来。之前呢，有一些开日系油电车的车主是有反映说，他们出国如果8到10天啊，结果回来说发现说他们的车子竟然就是没办法发动，因为它就是那个12V 的电池就是没有电了，所以在发动的时候它就没办法发动了。那以往都是用这个铅酸电池嘛，可是在这个图上的 Turbo Hybrid 上面，它那个小电池它是用12伏的锂电池，那基本上锂电池它的成本是会比较高，可是呢，它有一个功能哦，就是这边有一个按键，有没有一个 12V， 当你的车子没有电的时候，你可以自救，就是大电池瞬间产生高压电，然后呢帮小电池来进行充电。当然很多人说，那这样我是不是不能救别的车？没关系，当你的朋友呢就是没有电的时候呢，就扣55688。废话嘛，对不对？如果你想要有一些便利的配备以及一些豪华的配备，那你真的就要买到 Turbo Hybrid 的 Tucson 哦，包括了如果你进入车内，你看它有一个迎宾模式，就你下车它也有，然后呢它还有这个两组的记忆功能在驾驶座的部分，电调的部分呢其实有10项电调，然后那边副驾也有电调，对不对？好，那但是因为它的记忆功能啊很妙哦，有没有发现后照镜完全没有动，它完全没有联动哎、好吧，反正有总比没有好嘛，对不对？好，然后以及呢，在这个座椅的部分，前面两张座椅哦都有通风，还有加热。然后前方呢，其实看到两个10.25寸的，其实，在一般的油车上面，它其实也是标准的配备。它现在都全中文化，所以你判读非常的容易。然后天窗的部分有这么大面积的天窗，都是在中阶的车款以上，它就是有标准配备了。哇，好温暖哦，好像有人在握我的手一样，因为它也有方向盘的加热功能呢。你看车内啊，它有这种深咖啡色，所以你会看到不同的材质，包括皮质啦，甚至于呢座椅上面还有白色的滚边啊，以及这个缝线啊。同时呢，你看像这个仪表台上面啊，它是用布面的耶，它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材质来做搭配，然后让颜色上面有一些变化。这次呢，在Tucson Turbo Hybrid 上面最顶规有两样东西，我真的还蛮喜欢的。一个就是呢360的环境 SVM 以及 BVM， 也就是那个盲区的显影。而且你看啊，它有黄色、蓝色跟红色让你来对，但我永远搞不清楚那个意思是什么。反正你还是要辅助，左右两边要稍微看一下。其实就很清楚，因为今天是阴天呐、在晚上的时候虽然它有噪点，但我觉得其实清晰度来说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说你要 check， 再 double check 一下你左右两边有没有停好，就可以透过前面这个 BVM 就可以盲区的显影可以看一下哦，这边的距离 OK， 这边的距离也 OK，
那我最常用这两颗圈圈呢做什么事情，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要停在路边的时候，然后旁边呢有人行道嘛，那这时候人行道我到底会磨到我的 linking， 这时候我就这样打。我觉得现代啊安全虽然做得很好，但有两个东西哦，我蛮建议他们之后可以稍微改进一下。第一个就是当你熄火之后，你的 auto hold 啊你要重新再按一次，它没有办法永远的设定在 auto hold 打开的状况。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灯的就是远近光灯切换，你一上车之后你要再推一次它才会 auto， 所以这两个部分我觉得稍微可以改进一下。哦，前方车辆已驶离。我非常喜欢啊现代 Key 啊他们有这个功能，就是有时候你可能恍神不知道了，当前方绿灯的时候，车辆驶离的时候，它会提醒你有个噔噔，你马上就知道了，就不会被后面的人叭叭，这我很喜欢。还有一个呢就是当你下车的时候，后座有乘客你忘记了，或者是你有放东西在后面，它也会提醒你，以及你在下车要开门的时候啊就提醒你说后面有车辆来。这个安全的部分我觉得它真的做的还蛮到位的。那这一次呢在图上的 Turbo Hybrid 上面它新增了一个东西哦，是以前我们在福斯集团才看得到的，那就是这个 MCB 的二次预防的碰撞系统。同时呢它还有像在国产车里面哦你比较少会看到的，比如说对向来车的路口侦测，同时还会做进行刹停的动作，如果你真的没有注意到你也没有踩刹车的话。还有一个呢就是半自动辅助驾驶，它一样也有，这是冠仪还蛮熟悉的，因为我之前开 IONIQ 5、现在开 IONIQ 6、它其实都有，只是呢 IONIQ 6是在左边，然后呢 IONIQ 5在右边，那 Tucson Turbo Hybrid 也是在右边，它其实就是0到 180， ACC 也有，然后车道居中也是0到 180， 然后达到半自动辅助驾驶。那当然作动的细腻程度我觉得也是非常的 OK 啦，那只是说它的车道居中啊你必须要按另外一个按键它才可以启动，它不是一键启动，但你习惯之后其实还蛮就手的。基本上呢我觉得这套系统在现代 Key 啊上面啊用起来真的也真的就回不去了。油耗测试怪怪的，对于它的油耗可能不是太好啦。不过呢，如果是只有纯燃油版的Tucson的话，它的平均油耗是 15.7， 但是加入了油电系统变成 Turbo Hybrid 之后呢，它的油耗来到 21.1。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说它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这样子官方公布的油耗。那我们一样把我们的里程归零，然后同时我们的温度调到最低，然后风量在第一格，已经第一格了。比较特别的是呢，你看它这边有一个符号 diffuse， 就是它是有涓流的风，就是很多女生是不喜欢直流的，就是一直吹我的脸不舒服，所以你可以按这个涓流的风哈，就会比较舒服。然后呢还有这个 driver only， 如果待会呢油耗测试因为是我一个人，所以我就直接变成 driver only。 然后以及呢它的 drive mode 基本上只有两种哦，一个就是 sport， 然后一个是 eco 的模式，那我们就直接切在 eco 的模式。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好，这个台风天呢真的瞬间阵风还蛮大的，听它的隔音啊风切声也没有说非常的大。然后我觉得轮胎因为它配的是那个马吉斯的节能胎嘛，胎噪也不是太大，而且又加上下雨天，我觉得整体的表现啊 NVH 真的它做的是还蛮好的。还有因为它是油电车嘛，所以前面仪表板你也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动力流，或者是呢你在这个中央资讯幕上面你也看得到，那它会告诉你说你现在在充电中，还是说它是用那个电能的方式来驱动。那一般呢我刚才观察到现在啊，我发现它即使到时速80的时候，它如果在电池的电量还充足的状况底下，它基本上它也是会用到电的哦，但是我觉得用电的时间并不是太多，大部分可能就在比较低速的时候。所以呢如果你是都会通勤代步啊停停走走的时候啊，你开这种油电车它的优势就会出来了。引擎本身呢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驱动车辆，另外一个呢就是帮电池充电。我现在在巡航的状况，虽然现在时速已经100了哦，
所以它到100的时候它还是一样可以耶。可是如果你比如说急加速，它需要比较大的动力的时候呢，它就会油跟电混合在一起。我发现它大概电池都不会掉到3格左右，它大概4格，它就会开始对电池强制的一些充电。它不会让电池在低电量的状况，它其实会驱动那个引擎，然后让引擎帮助电池来充电。我们现在到了水南洞第一站了，它平均油耗是 21.1， 那市区的话一般18，然后高速是22，那介于中间值。我觉得其实今天因为台风天的关系，你看那个地上那个风就咻咻咻这样子，有时候还瞬间风真的是超强的，对它的油耗的确是有一些影响，不过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没办法挑天气嘛。Tucson 的 Turbo Hybrid 啊，它虽然在这个行车的模式只有给你两种，一个是 Eco， 一个是 Sport 嘛。可是我觉得它蛮好的地方是啊，第一个它在 Eco 的时候，它的右边的这个圆圈圈呢，它就是给你就动能的掌控，比如说你现在到底在动能回收，还是在节能的模式，或者是 Power 模式。当你切换到了 Sport 模式的时候呢，就有转速表了。它也不是用模拟出来，像我们之前试的那个 Honda Civic， 就是动力的百分比啊，它模拟成是转速的。可是在这台车上面啊，还是给你真实的转速，因为在途上的 Turbo Hybrid 上面，它还是配了传统的一个6速的手自排，这样 RAV4 它就没有换挡拨片。油电车一般人会觉得很无聊，可是现在在这一台 Turbo Hybrid 上面，你其实还是可以找得到兼具节能还有性能的这个感受。茶叶蛋了，县界公园。那现在目前可行行驶了106.5公里，然后平均油耗是17.6，哎，其实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油，然后电的话，因为它永远都保持在就最低最低，它就是4格，我没有看到它掉到3格过的。那目前也还没看到它整个充满的，就是全部充满。所以待会呢，我们滑下山的时候，有可能会有充满的状况。就来观察看看。在 Tucson Turbo Hybrid 里面呢、它还有一个蛮特别的技术，就是它加入了 e-handling 的技术，它就是利用了前面的那个永磁同步马达，它在运转时的离心力的一个惯性。比如说当你要进弯的时候，一般呢前驱车通常就会转向不足啦，所以呢它利用呢重心的转移转到前方，然后可以增加你在过弯时的一个循迹性，以及呢如果当你要出弯的时候啊，转向过度的时候呢，它就会把重心放到后面去，然后增加你在过弯时的一个指向性。也就是说有这个 e-handling 的话，它可以提高你过弯的极限。途上 Turbo Hybrid 它在动力的部分啊，采用的是单轴双动力，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呢，引擎跟马达以及变速箱，它是在同一个轴上面的，不只让它的重心更低，它也能够增加传递时的一个直接的效率，也会比较好。在油车的途上上面，它也是用上了这个 Smart Stream 1.6T 的这个涡轮增压的引擎，那本身呢，引擎可以输出的动力就180匹马，然后扭力是27公斤米，马达本身呢，它可以出力60匹的马力，以及呢，在扭力的部分26.9公斤米，那纵向的马力跟纵向的扭力呢，分别为230匹，还有35.7公斤米。哇，看这上面的数据啊，虽然说没有像酷咖那样子250匹，可是我觉得它达到一个蛮不错的均衡性。它也不会像一般就是油电系统，它是用 NA 的引擎啊，真的让你起步会觉得是比较轻快的哦。
它虽然没有 normal 模式哦，可是它的 eco 就是 normal 的感觉，它没有像一般油电车，比如说 eco 就真的超 eco 的，然后就觉得踩起油门来，好像就是你要深踩一点，它的动力才会出来，然后整体开起来的感觉啊，因为跟一般的油车来比的话，油车就比 Turbo Hybrid 要轻100公斤，所以呢 Turbo Hybrid 比较重嘛，然后它的电池也都是放在后座的地方，配重真的就比油车要更好，它的阻尼啦以及它的悬吊的调教虽然没有强调运动化，可是呢我觉得它支撑得住，也不至于到软趴趴到你这样车子左右晃来晃去，我觉得它真的是整体上面的调教蛮均衡的，还有底盘的扎实度我真的不得不说，因为上一代啊他们就有经过纽柏林的特别调教，那在这一代上面它虽然没有特别强调，可是大家也知道它的研发设计中心是在那个法兰克福嘛，虽然说呢现在这是国产的哦，可是它有好多的东西，甚至于就是料件啊，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些油电系统也全部都是必须要透过进口的，所以在油电的车型上面啊通常真的是量比较不足，所以大家在等油电车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先下定的话，你真的要稍微再等久一点点啊，但是我觉得等待是蛮值得的。以我女孩子开这台车来说的话，虽然它是中型的 SUV， 我觉得它的座椅的着座点在驾驶座的部分它有刻意的变比较高，它希望让你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然后因为它的后照镜是放在 A 柱的地方，它没有三角窗，的确是会遮挡一些你的视线哦，可是也因为着座点它最低最低紧绷就是这个样子，那它就可以避免掉说比如说这 A 柱的地方挡你的死角，然后方向盘的辅助恰到好处。我记得我这几天用这台车的时候，我也有坐在后座，它一样是有路感的，可是它的路感不会到弹跳感非常多，这一台车呢它在中间就取得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平衡。好，我们滑下山了，结果我一直在观察那个电池回充的状况，因为沿路滑下山的时候啊，它几乎都是用电在行驶啦，没有在用油的，滑下山最多紧绷就是6格。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猪头，我们一般都是先回来之后先加满油之后再跟大家报告，就是当前就是比如说行车里程啊以及行车的资讯是多少换算的油耗。结果呢我刚刚要进去加油站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就是仪表板上面显示是 20.8， 结果没想到加完油之后它自己呢就是里程电脑自己重新归零了，傻眼。好吧，那没关系，那个只是做参考用的， 20.8 我有记得，我们加了 6.04 公升给大家看一下，确认是 6.04， 换算下来我们用148公里好了，免得大家都说我们作弊，我们就稍微少一点点，148公里除以 6.04， 平均的油耗是竟然是24，它比官方公布的 21.1 还要再好哦，而且也比里程电脑上面显示的 20.8 还要再更好，这个让我有点小傻眼而且今天是台风天哦，你看现在外面下还蛮大的雨，所以我觉得它真的蛮厉害的，难怪有很多人本来是油车的车主就转成油电车，我觉得你们这是聪明的选择。好，最后呢大家比较关心的比如说日后的养护成本，这个电池模组的部分啊，途上的 Turbo Hybrid 比较不一样，它是采用分仓的概念，就是它总共有9个模组，一个模组里面是有8颗的电池，它电池的容量是 1.49 度电啊，那如果说你就是模组坏掉了，它不是全部整组都坏掉，它可以单一的模组来换掉，那单一的模组是13500，那这是不含工资的部分哦。那大家有一个观念哦，锂电池呢它的成本高，它的充放电的效率也比较好，所以像胖达他们也是采用这个锂电池的部分，那如果说你担心说它的保固的部分，在电池它是8年不限里程，所以你开越多表示赚越多，那如果在 Hybrid 的这个系统的部分是3年不限里程，我觉得它达到这个不限里程是还蛮厉害的，那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媒体试到了，应该会骂我吧？啊，还好最近真的有发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这是我现在啊，如果啊试乘车上面被我弄脏了，我就直接有没有轻轻的一擦，如果第一次擦不掉没关系，卡太久你就擦个两次，这样还回去就是原厂也没有发现说我把那个就是防晒乳弄在他们车上，啊，大家是不是很想要？啊，不然我准备五组送给大家，除了这个车内的内装清洁剂之外呢，还有啊，如果你的车是皮革的，那种皮质的啊，那你要做这个皮椅啦，或者是皮质的一些保养的话，有皮质镀膜，我们一样是一个皮质镀膜，然后还有这个车内装清洁剂送给大家。